咱进来 BDC 变成各位小弟，各位福仁社先进，各位博物馆的同仁，我是跟我确认的，讲要来参加年会时阵，当然我是一口答应，因为我知影，我会当成为一个有路用的公民。虽然我是资深的公民，但是我绝对甲各位先进同款，心中有台湾。各位心中有台湾，你也无够，你要一挂行动，请向各位声明哈，欢喜以外呢，我一定爱讲一句，这句话永远有效，就是讲我无要选总统，无要选台北市长，无要选立法院。我今仔甲各位分享的，向各位先进报告是我42当从事外交工作的一挂经验，甲一挂对咱国家的期待。第一，我是中华民国培养训练出来的外交专业人员。阮老爸，我伫汤厂，大拿汤厂，家己大拿汤厂呢，伫在遐大汉。阮爸爸呢，从来卖只电条讲，你着去甲考外交特考。各位先进，人生真侪所在，真侪阶段，真侪环境之下，拢是选择的问题。所以这个选择，小等人甲要各位分享。先啊，我要讲听小台湾。先啊，我要讲。知己知彼，什么叫做挑战？什么叫做机会？各位先进，大家有今日的事业的成就，当然跟我同款，我是以感恩的心今日来这做专题报告。如果一个外交人员，伊了解伊家己国家，因为伊无愿意面对不公平的条环境，拍摄 PowerPoint 会使放出来无？无 PowerPoint， 看到我讲袂来去。哈哈，我那假，我也是无泡泡来接讲。你无泡泡，我接上讲。那个荧幕没有响。今天做一个技术的说明哈。我这个档案，我老淡淡啊，这个箱里面。各位先进，你若需要免费奉上，其中包括一挂真济会当作为各位你以后甲外国人士谈话叫做 talking points。诶，当作这个参考，因为内底除了中文以外，英文拢写好啊。会当介绍台湾，和你的朋友、和你的对象会当了解讲台湾是安怎站起来。台湾今仔的成就，唔是天顶刮落来，唔是奇迹，这拢会当解通。咱台湾未来，咱的机会伫迄底，内底拢会当找出一挂资料。当然，更较珍贵的是啥物呢？各位，你看台顶有一挂相片。这些相片呢，拢是我翕的。拜托大家，唔通想讲，即块你去哦，我咧上班，一工干来咧翕相。各位翕相，我呾会当办外交。翕个来讲，我伫法国时阵呢，咱将台湾的漫画推到法国去，会当互了解，互当互法国人了解讲，哦，原来恁台湾除了有现代的科技，恁台湾除了有地排名前五名外汇存底以外，您在人民的生活这方面，您比人民的平均寿命这方面所创造出来优势的表现，这拢呢是国际社会今仔对待我的印象。我向各位先进报告，我是一个真过分的人，是安怎？巴黎足水的，无一个人讲无用去巴黎，对吧？你若有机会去，敢若海明威讲啊讲。你那是悠闲，伫个少年的时阵去过巴黎，巴黎呢一直会随你而行而行，因为这是一个活动的盛宴，活动的盛宴。我刚刚讲我过分呢，因为巴黎我拢总前后去三遍，过分嘛，拢总16趟，是这样就过分呢。因为工作表现无好，所以呢，1980年、1991年至1997年，前后去三遍，继续在职训练、在职训练、在职训练。重要是啥物呢？重要是咱充分了解讲今仔个国际社会。如果咱家己若无拍拼，歹势，今仔个咱就当看到讲乌克兰伊所面对个挑战。各位，真济人问我讲大事，你看，咱。今天有乌克兰，明仔载会台湾，我拢会想问讲，我请问你，较早阿富汗的时候，香港的时候，真济人讲，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，今日阿富汗，明日台湾，即马再来个套进去讲，今日乌克兰，明日台湾，
我讲你若捌字，你就有理想。你若今仔伫咧台湾，你会当珍惜台湾，走到今仔这个地步内底，你就对你家己有相当的了解。所以我讲相当，也不是实全啦。因为今仔面对两岸关系，你我拢担心，对吧？啊，对我来讲，因为我会当向各位报告，就是将我所知所了解，尤其是伫咧法国期间，尤其是伫咧日内瓦，咱咧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的时阵，驻日内瓦办事处是我去说，我甲某为着这个案派我去日内瓦，这个案隆重我去告别，我甲某找我第二个 QRB QRK 的处所发迹，啊，唔是我较好。因为真侪代志，上面你会当选，就是较早我伫台湾无法去以外，外交部迄当时的部长的职务的处长叫做欧鸿炼啊，才风清火旺几年。伊伫开召集会议的时候，确定讲要选一个人员会当派去日内瓦，因为迄个所在是讲法语，但是呢，迄搭也佫联合国欧洲总部，所以爱捌一个商业人士，双语。因此呢，就选择我，我迄当时还是唯一推荐的人，所以呢，我真欢喜。我对海地、海地有海的地方还在吼，全世界到今仔为止，仍然是全世界包好的一个国家。各位，你唔捌去过海地，我讲几句我介绍。海地甲咱台湾、甲咱的国、甲我的故乡高雄、嘉义、屏东，天然环境浓度同款，一大下就惨。你带遐空心菜、大肚鱼，甲伊带遐椰子树，甲伊带遐就流产，甲咱台湾完全同款。你若去带遐掠一尾乌龟鱼，乌龟鱼知啦吼，乌龟鱼掠来，甲台湾的乌龟摆到阵，两尾乌龟鱼讲话是对通的啦。啊，你会当了解台湾今仔我都脱离贫困，台湾今仔这块土地、这个坡度，真侪人讲真出牛皮。啊，你台湾真正唔是普通的厉害。哎，这个有声音哈、哦，对不起，哎，有声音哈、哦，请问可以放出来吗？你声音小一点就好，那、啊、你照放好不好？啊，对不起，你就配合我嘛，偶尔一次而已嘛，没有声音了、啊。哦，这样子哦 ，Hello， 咦，我希望他还没有睡觉。能不能把声音放出来，插那个音响上去，好不好？大家好。喂，声音出来才比较有意思哈、哦。因为伫个海地里底哦，咱到今日为止，咱要过梵高，各位先生，咱的梵高国今晚要过存十四个，要过十四个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你都慢点讲哈。啊，那问题就是讲，咱爱有一个认知。外交议题到尾啊，拢是票房。咱因为退出联合国了后，当然退出联合国，迄当时是历史的背景。咱今仔还有一个思维：历史可以原谅，历史袂使忘记；历史可以原谅，历史不能忘记。为什么？迄当时咱的政策啊，以免造成两个中国，以免造成甲。因为讲是啊，汉贼不两立，汉贼不两立的这个情况下，对，咱有迄东西时空背景决定，所以迄东西各位先生，咱若回头去看这段的历史，你会当了解讲迄东西别再都好命，因为美国甲法国支持台湾卖退出来，你干那将你安全历史会上进历史国的背景，你搞出来就好。但是当时咱政策决定，所以呢，咱就抬头挺胸，那个提出来，提出来了后呢，造成今仔真大真大的困难。各位先生，咱湖南省面对 RI 128的全世界会员，咱会当看到讲168国家里底，拢会看到湖南省。我甲各位报告，全世界湖南省拢知影咱台湾的湖南省表现甲贡献。真侪代志，你免用讲，咱看就知道。他都啊跑跑，你会当看到讲一开始的时阵，三六度，倒边就是台北一方面，啊正边就是啊这个，怎么跳掉了？啊，我见哈，我讲歪，啊你免看我，因为这影像这资料的呢。
这个较趣味哈。啊，咱今仔个主题会讲到文化奖，这是要纪念咱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年。我建会本来要找100个代表性各国兵地的代表人物，啊，因找着讲，想着讲要设立这国际文化交流的时阵，我将。快接到通知咧，我文化部诶，即个同事讲，恁敢确定无通知了着啦？伊讲毋是，因为若要讲到国际交流，大家拢知影，你伫法国期间，你会当用你诶口舌，你会当把握着机会咧，即个你去介绍台湾，各位，营销台湾，这是每一个人拢当做，包括咱华人家庭，所有每一个成员，咱拢了解。今日的台湾也甲其他的国家同款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咧两党以来咧 ，RYE 较早叫做 YET， 我都继续进。在这个情形之下里底咧，咱会想着讲，就是讲咱袂当出去，但是咱嘛希望咱的。少年呢，会当把握这个机会。你若袂当出去，你又袂当出去安排啊。嘿，就干阿讲，你去演讲，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你袂当亲身到场的时，你用视讯，这嘛是一种变巧。就是讲，你办外交，甲这意思是同款的。我先头你等来外交经验呢，我向各位报告，办外交三大要件。第一大要件就是你的国家实力，你的国家实力包括你的国防、外交、科技、文化、艺术、经济、贸易、外销、国际财务、国际救灾的能力，啊，你给它加起来，这叫做国家这部分的国家实力。民间这部分就包括咱国民教育、国民的世界观、生活观、国民对自己的信心、国民对公民社会。了解关心甲参与的程度，咱富人社先进，咱个富人家庭做了是第一名的啊！这不怕跑啊，不要紧，打拢在。开始，你若要怕跑啊，我拜托一下吼，卖怕呀，我安尼占用时间吼。因为对咱来讲呢，咱爱地基，我来了解讲，今仔日就算讲乌克兰荷兰真大的参考新书的这个这个机会咧，对咧，咱都要回头看咱台湾。是安怎？我对台湾、对咱国家的信心未减少，原因真简单。第一，如果咱若无教育，咱就无进来，全世界拢了解。即卖呢，过两冬了，全世界人口会超过80亿，其中呢，10%的人口呢，仍然生活伫个绝对贫困、绝对贫穷的环境之下。一个人一天会当使用11住行娱乐少于1.9美元啊，减不到60元，安尼叫做绝对贫穷。个人年纪千禧年的时呢，联合国千禧年计划，然后15年了后呢，2015年呢有一个 GDS，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。台湾表现大概拢人杰不可战，现状。我以法国伫法国的经验来讲，法国人讲，恁台湾真正不是普通的厉害，恁台湾有风台、有地震、有登革热、有传统高个派出兵，啊，恁国家发展那个继续进行。所以咱今仔是法国全世界排名第22大的会馆，法国是咱伫欧洲的第5大会馆。法国即马要选总统，小等下再甲头各位报告一下。即马咧看到，这就是海地总统、海地这个议题哈。小姐，把它按下去，我们继续跳下去好吧？继续跑哈，不用看太多时间，按下按那个 Enter。OK。先来放这段呢，因为咱拢了解，办华交是广结善缘，行销台湾；广结善缘，行销台湾。我是对巴黎调去海地。我调去海地的时阵呢，我名片摕出来，哦，你是巴黎第7大啊，未歹。啊，恁对巴黎调啦，大家拢有一种金鸡挂眼光，你一定伫巴黎犯着啥物错误，啊，无恁来调来海地。各位先生，做一个外交人员，政府叫你去对，你敢派我，我就敢去。这就是咱富人的精神。我同骄傲就是讲，我会当将咱富人的精神连体服务，甲用入去，快快乐乐去做我的外交工作。我叫做想康想康办外交。
是安怎？我将恁尽着我的心灵意愿，将恁搁较重要，我会当发挥我的专长。我的专长是啥物？当然有，因为讲我姓余两个嘴巴。其实我的国家若无法度，我的国家即阵若无较好，你给我三个嘴巴也没有用。所以办外交的背后，我有实力。他都讲这个国民的素质，同样啊，民间这部分国民的素质，素质你若有够好，你国民你就有信心，就是讲信心来自你的实力。第二个必要要件是啥物呢？就是讲你袂当一厢情愿，我有必经注意无用。各位，咱真正诶真清楚有看到 Zelensky 就是乌克兰的总统，前后毋知几遍，包括最近去甲美国、去甲德国。讲恁大家叫讲恁嘴讲要支持我，结果呢你帮我孤军奋斗，啊恁人到底怎对？我拜托恁来援助我，拜托恁来帮忙我。各位先生，国际议题是一个真现实的问题。当然，欧洲这边甲美国反应，咱会当哦对不同的角度来看。啊，我因为一刚刚我拢听法国的广播电台，所以咱会当看到讲欧洲，尤其是法国。对这个议题，伊的做法、伊的想法，我先讲法国。法国总统马克龙，一方面伊是法国现任的总统，一方面伊是欧盟威化当伦敦的主席，所以有伊的权限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伊是法国总统四月七日要投票第一轮，伊是候选人。各位，因为政治的关系，所以呢影响到法国这边的选举。马克龙总统呢，伊讲我第一轮投票之前，我无要参加任何电视公开的辩论会。各位，当然有人咧批评，但是呢，伊讲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无遐侪时间。各位先生，马克龙伫法国的地位是啥物？我向各位说明一下。伊去年是控一七年选到总统的时阵呢，伊是用第二轮66.1%的得票数，啊，是安怎遐侪？各位。法国人，你拢知影，伊是从非常重视个人权益的，所以你即边当看到讲啊，疫情的关系咧，民众无要戴口罩，无要戴嘴罩，所以咧，甚至你看到民众上街去示威游行，包括文化艺术这方面的人士，因为你政府，你我交税，所以咧，你爱将我的生活环境做好，迄是你的责任。你无做好，你叫我戴口罩、拍摄，这一侵犯到我的权利。所以呢，有民众去告政府，去甲行政院、行政法院提出控告政府。当然，法院最后呢，宣布讲，你这个是因为政府这政策是为着人民整个的安全、甲国家的发展，所以呢，这无做变法。各位先生，我唔敢讲咱台湾啊发生这种代志会安怎，但是法国呢，当伊的法庭宣布结果时，大家拢哦安尼好，啊都已经决定了。各位，这就是民主所用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一定爱提出来讲，法国的总统呢，选举呢，应该法国过去被《知名杂志》评选为十大世界头。哎，没关系，放着。啊，是。我们来看澎湖过去被《知名杂志》评选为十大世界桃源岛屿，今年世界最美丽海湾组织也将澎湖海湾选为成员。澎湖之美要上世界舞台，跟世界37个海湾共同风骚，成为世界最美丽的海湾之一。澎湖山腰的中华海湾，当然有呢。它是也得耍的就是呢，当用当的喜欢叫做敲门哲学。顽皮踏浪，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滩，橘红色的夕阳缓缓下沉，凄美的西行石户像双臂圈住一片海洋。澎湖独特池湖的美，反而获选成为世界最美丽的海湾之一。有这个案，我爱搁一遍感谢咱的服务社，因为我去办啊西部迄个所在去参加，去大遐诶活动了呢，去拜会市长了，去看伊个观光局。观光局的局长呢，看到我去嘛真欢喜，伊讲知影恁台湾是美丽之岛，所以呢，阮两个交换意见了，是随便自由谈了，是发到一个职业诶。我讲请问恁遮有啥物国际性的活动，台湾会当参加？伊讲有，我遮是每一冬八月拢举办全世界萨克斯风夏季音乐节，我就想着咱台湾，各位先生，你无一定知影，我记，咱台湾是全世界。